给你生了一个成语，就叫做龙马精神，后人称之为四不像，海陆空，也是非常吉祥强大的物种。然后人间呢也不惜受到了损毁，眼前全变的这件呢是民间组织机构上门会所丢拉的一件复制品。好了，说了什么东西？这个塑像是真的吗？啊，明白了。真的。这后来也经过修复哈。世上呢，分别陈列的是河图之中的先天八卦，而那个呢，便叫做陆图。河图又书先天八卦。首先来看正中心这幅图，黑白点凿的无章像是围棋或者是。